今天我们到镇上来买点药啊，买点那个感冒药。鳗鱼有点那个，有点感冒的样子吧，哈，应该是着凉了。对，应该是着凉了，有点咳嗽、流鼻涕哦。现在呢，我们去药店里面去看一下，拿点什么感冒灵啊什么的之类的哈。今天镇上的人又少了，因为我们这个镇上的这些店铺啊又关门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，现在管得又比较严了。你看这边剪头发的前几天生意可好了，哎呀，现在没有一家开的了，又变成那个空空荡荡的了，又只有药店开门了，超市药店。等一下，特殊时期，这里也不给进去哦。这边是两个人，因为这个感冒猴子。继续之类的吗？感冒冲剂啊？冲剂吗？冲剂啊？颗粒啊？好，买的药要登记。感冒药要登记。感冒药等着是吧？冲剂。因为抗过敏的那种，抗过敏那种就是咳嗽那种药。咳嗽药可以。抗过敏药。感冒药暂时先不给。就是抗过敏的咳嗽药不给买是吧？看过没有？没有。我们这边在药店啊，你只能买这种感冒灵这种颗粒啊，就是冲剂嘛，类似于冲剂这样子的。买这个的话还是要登记的。像一般正常我们吃的那些感冒药啊，或者是那些就是消炎药啊，药店里都不准卖的。这个呢，你只准到那个指定的发热门诊才可以买。像你这种症状的话，只能给你买点颗粒用，知道吧？这都直接买点冲剂啊。对，就是冲剂，这感觉没什么用哦。反正现在对于这种药品就是管得比较严了。你看你这属于那种风寒，知道吧？今天听我妈说，就是镇上那边发热都不看了，必须要到县城里面去才行。就是你正常感冒都不行。那拿这个回去冲喝几天看看吧，我感觉我是着凉了。就是有点流鼻涕。就我们这边就是没有太阳的时候啊就特别冷，有太阳的时候啊还是挺舒服的。温差太大了。对，我们从镇上回来了，又买了一瓶可乐啊。感觉买的那个药没什么用啊，所以呢我想煮点那个姜可乐给鳗鱼喝一下，因为鳗鱼应该是风寒，它一吹到风啊它就咳嗽。你看要现在这样才好，在这边晒太阳，让大白陪它晒太阳吧，我给它煮一下东西。放点姜，放点可乐，放一罐可乐。哇塞，留一口自己喝。干啥呀？这你不能喝啊，去玩去。有点像那个中药一样啊，反正我是不会喝这个的啊。大白已经躺地上了，来。像不像一个中药？行，你来尝一下。我不尝。好喝吗？辣。辣。放多少姜啊？哎呀，就放了半个姜吧。你看你鼻子都塞了。辣。你看看大白啊。大白都知道不好吃。知道这东西是对吧？有点药啊。大白，好吃的。大白知道的啊。你喝一口吧。我不喝，赶紧把这个喝完啊，喝完就好了啊。今天的天气啊的确是变化无常啊，三月份还这么冷，还要穿羽绒服，你说这反不反常嘛，是不是？往年这时候别提有多舒服了。哎呀，好，喝完它就好了啊。